这什么东西啊？吃不出来吗？像鱼，可是又没有腥味儿。哼，这叫鱼腐，是福建的菜式。宝宝知道你怕腥，专门为你研究发明的新菜。干妈，去跟客人说一下，今天东主有喜，就不接客了。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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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金大叔来了。哎，老吉，你们怎么来了？哎呀，我答应他们三个，请他们吃饭。对，你们在用餐呢。哎，我们换一家吧。来来来，一起坐，一起坐。其实啊，今天是庆祝丹丹平安归来，人多更热闹。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来来坐，来。不碍事吧？我没意见，来来坐坐坐坐坐。好，那我们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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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们先坐，我再去加点菜。其实呢，今天我们来是特意串门的。哦，对对，串门的。你们今天在大街上那一幕，我们都看见了啊。我们就是有点看不过去，所以想给艾公子澄清一下。澄清什么？不就是上次你拜托我们的事吗？什么事啊？艾公子，你就别怪老君我多嘴了。我觉得这个事呢，必须要夫人知道啊，免得那好事变坏事，害了自己又对不起人家。怎么了？什么事啊？对啊，到底什么事啊？这个啊啊，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先吃，吃了饭再说，好不好？就是就是，吃了饭再说。不用了，现在说吧，说完再吃嘛。怎么了？也没什么啦，就是前几天艾公子来我们店里给肥冷翠订了一个坟头。哎呀，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那人家死得那么惨，给他做个坟头也是应该的吧？对对对，可是墓碑上写着“爱妾肥冷翠”。里边人爱夫爱丁堡的字样。什么？哎呀，我都说了吃了再说嘛，咱们吃吧。还吃？我不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对对，这个事情呢我最清楚了。其实艾公子呢是为了安慰死者，免得他沦落成游魂野鬼才这么做的。哦，对呀，丹丹，你看多伟大的事，我们都被感动了。嗯，相信肥冷翠姑娘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很感激你们的。是的，是的。少奶奶，这只是名义上的，不是真的，你就别怪少爷了。啊啊啊！宝宝，你最近常出去，就是为了忙这事儿啊？对啊，是的。哎呀，桌子摆好了，先吃饭吧。那先吃饭吧。哎，来，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走走。哎，小心小心啊。成功了！哎呀，这次太感谢了，这样的桥段你们都能想到，真是太绝了。还真是伤了不少脑筋，只是一想到你们夫妻要分离，我们就必须要坚持想下去。哎，照这么说，丹丹妹妹看起来是接受了。再怎么说，她还是很善良的。所以说嘛，你以后要对她好一点哦。放心吧，我会的。事情还没完。没完？什么意思啊？弟妹不是一直怀疑你是独孤泽南吗？哎呀，所以必须再下一城，要他完全不怀疑你是独孤泽南，才算大功告成。啊？不用紧张，其实啊，打你上次从卧龙镇回来，我们就知道你一定是独孤泽南。跟了你这么多次，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这个镇好。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好佩服你，还一直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一个好媳妇。天公作美，丹丹妹妹终于出现了，可惜你们怎么总是吵架呢？哼，我还以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原来知道的人还真不少。知道无所谓，别让他抓到就行。你有办法？找个人代替你，栽在他手里。那怎么行？如果被抓到，要坐牢的，就永无翻身之日了。嘿，没关系，反正他已经是生不如死了。
了。谁啊？还有谁啊？莫大爷。莫大爷。他。莫大爷是我的下人，擅长制作兵器，是个少年得志、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不堪皇帝沉迷玩乐，荒废政事，感觉再待在宫里只是蹉跎岁月，于是就一起逃走，来到了卧龙镇，想过些平凡的生活。可偏偏莫大爷爱上了你的姑娘，因为自觉是个卖鱼的，一直不敢表白，眼睁睁地看着你姑姑远嫁。虽然如此，他的内心还是希望有重见梦中情人的意思。20年过去了，梦中情人回来了，卧龙之花却被人抛弃，还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莫大爷不堪打击，终日沉迷酒色，谁知道义春哥接二连三发生凶杀案，最后还关门大吉。莫大爷认为是老天爷在耍他，更加自暴自弃，整天等着阎王爷来取他性命。我就不信我睡我沙场君一下，我来正君莫笑，是不是？让他代替我合适吗？哎呀，只要他能在死之前干上一件大事，这是他毕生的愿望。不来了，大爷，我还是大爷。这个哎，能喝了。大爷，哎，喝酒是不？大爷，哎哎，走，哎，爱公子，爱公子，爱公子，哎哎。爱公子，老莫，来来来来来，喝点茶清醒一下。这太烫了。慢点嘛。爱公子，你不要骗我啊！你真的答应我，让我去假扮你。要是你被抓了，你这辈子就在大牢过了。无所谓，大家都认为我是独孤折难了，就不是个臭卖鱼的，我就当场被他们打死，我也无所谓。你这样行吗？你这一张嘴不就全露馅了吗？哎，老莫，我看算了。金大哥，你就做个好人，你就帮我说两句好话吧，我行不行？我求求你了，你就帮我说一两句。你自己讲话结结巴巴，谁听得懂啊？对，爱公子，我想明白了，到时候我不讲话，不就完了吗？不讲话啊！哎，怎么样？这围棋的玩法呢，主要是分为七块：游戏规则、行棋、布局、对杀、死活、中盘和收官。想要成为高手呢，必须要记住这些口诀，比如黑白子、黑先走、黑要胜过185。交叉口，气相连，气尽棋亡，最自然。听您这么一说，好像挺容易懂的。还有呢？还有啊，你还想知道？下棋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要赢，所以布局的口诀一定要谨记：先站脚，后走边。中间是个草包肚，三线地，四路是高低配合封好口，抢实地，张外势，两翼张开连成片，行宽处
五拥挤，有双拆二可分头，朗朗上口啊，班头，太厉害了！哎，你们都在这儿？哎，丹丹，你怎么来了？没什么地方好去，就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下棋，你要不要一起玩？啊，不用不用，你们继续，我在旁边看看就行了。那我给你搬个凳子来。谢谢啊，谢谢。先坐吧。哎呀，丹丹姐啊，班头刚刚在教我口诀呢。是吗？来，继续继续。那我继续玩了。嗯。关于布局呢，对杀也是相当关键的。所谓的要杀气，看仔细，攻气先紧，外气长，攻气长，外气短，杀气就看谁有眼。哇，这个眼原来这么重要啊！都有眼比大眼，大眼一定胜小眼，你说对不对？丹丹，原来你也是高手。说不上，还有一局没有琢磨透。那说来听听啊。一子解双筝。一子解双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意思是一手棋落在棋盘上，可以同时解除两块棋被争吃之忧。早年扶桑国的王子来华和我们的国手顾诗言对局，就是败在这个局。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切磋一下，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啊，班头，又有密报。密报又有了，快给我看看，这几次破案全靠他了。怎么了？密报说独孤泽南这两天会随时出动，让我们做好充分准备。有没有说他要偷什么？我的任命状。好啊，敢在老虎头上扑苍蝇，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说好了吗，等孩子出生了再回衙门。独孤泽南又出动了，我怎么可以不去啊？你也知道，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是我最大的心愿。我知道，可是你现在，哎呀，叫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哎，放心吧，我已经向高大人申请人力支援，人多势众，这次啊肯定把他拿下。你自己小心点吧。那也许是一场恶作剧呢。说的也是哦，这样事先张扬，这家伙可能又使出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啊。那里还去，那要是他说来不来，就是乌龟王八蛋。哼，这个刁妇拐个弯骂我是乌龟王八蛋，岂有此理。通知其他的捕快，在这里集合。是。高大人。哦，志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全都布置好了。高大人，你说我的任命状也不值钱，独孤泽南为什么要偷他呀？哎，看来啊，你还是年轻，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他的目的就是让咱们衙门丢脸，以后出门呢都抬不起头来。那他也太过分了吧。就是过分嘛。嘿，这些年卧龙镇出现了多少情况，他总是赶在我们衙门前面先把问题解决了啊，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把那些贼赃偷走，使我们的颜面扫地呀。卧龙镇这些年换了多少个班头，都是因为他而前途殆尽，甚至是人间蒸发。哎，可你就不同了，年轻有为，
可是我手下的一朵奇葩啊！哎呀，不错，小伙子，刚刚上任才几个月就战绩累累。多努瓦利，我是很看重你的，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谢谢高大人，我会努力的。好好好好。哎，对了，丹丹呢？他怎么没来啊？哦，是啊，不过倒是不希望他来。哦，理解理解啊。其实呢，我的内心也是很纠结郁闷呐。哎。估计你现在已经走到很远了吧？到了奈何桥，喝了孟婆汤，转世投胎了吧？听说孟婆汤就像忘情水一样，喝了之后就会忘掉前世的一切和受过的委屈。你就把一切不好的事情忘了吧。不过，要是所有的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顺利，没关系。爱丁堡已经承认了你爱妾的地位，也就是说你是咱们爱家的人，不再是孤魂野鬼，我们都会为你撑腰的，你知道吗？今天是咱们家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经常来看你。你好了没有？金大哥，我还可以吧。莫大叔，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哎呀，后什么悔？我等着这个时刻，等的不耐烦了，我这会儿就出发了。哎，老莫，哎。你的身材跟艾公子差很远，等天黑再出去，免得让人家认出来啊。对，丹丹跟我是有过几次正面交锋，他记性特别好，过目不忘，一点点的漏洞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还是小心为上。老莫，艾公子一家的幸福就压在你的头上了。金大哥，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我不会错过的，也不会辜负艾公子，也让艾夫人见识一下我这样事儿的独孤子泽南。王大叔，谢谢你。放心，客气什么？是。哎，丹姐。哎，大人。丹丹，你真的来了？哎，当然。丹丹，捉拿独孤泽南是我的终极任务，当然要来。丹丹呐，今非昔比啊！为了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还是先回家吧。我们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大家伙儿都信心满满的。独孤泽南啊，这次肯定是逃不掉的。一旦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大人，别再磨磨蹭蹭的了。你也知道我顾丹丹决定要干的事没人可以阻止的。对。班头，你的任命状呢？这儿呢。给我。哦。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能从我身上把这任命状偷走。爱丁堡，就算今天拿不下你，也要揭开你的真面目。相公，你儿子今天有重大任务，你得保佑他一战成功，成功缉捕独孤泽南归案。还有那个叫丹丹的女孩，我跟你说过，我觉得她呀会对儿子事业很大的帮助。虽然她现在是别人的媳妇，而且还身怀六甲，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咱们的儿媳妇。夫人，吃饭了。大爷去，别忘了保佑她呀。相公，
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夫人，饭菜都要凉了，快吃饭吧。最近呢，我跟一个卖水果的人叫金桂祥走得比较近，但我们什么也没干，你可别把我想偏了。我知道我生是袁家的人，死是袁家的鬼，我一定会永远守住这个家的。张叔喜儿，不如从今天起咱们一起吃饭吧。哎呦夫人，那可使不得使不得，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起吃饭呢？这成何体统啊。是啊夫人，这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会笑话我们的。哦，是吗？嗯，不过陪夫人做做美容还是可以的。你想去做美容？夫人，喜儿听说啊，冠婚祭葬专门店今天搞活动，而且啊还有礼品送呢。哇，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夫人，我们吃完就去。怎么还不来啊？杜姑在那怎么还不来啊？嗨，我还以为他来了呢。我告诉你啊，做捕快这一行的就是要学会等。说得对。小胖，现在我们能有馒头吃已经很不错了。这想当年我们为了抓捕一帮江洋大盗，那在海边是埋伏了好几天呢，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就这样还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哎，那滋味真的是让人难忘啊。啊，你们还干过这么大的事呢？班头，给我们讲讲呗。班头，跟我们讲讲。想当年在山东崖州，我跟副班头两个为了抓一个江洋大盗，哎，志大，你这消息可靠吗？怎么人到现在还没来啊？哦，我每次收到的密报都准确无误，您就放心吧。反正要是今天他不来，他就是乌龟王八蛋。丹丹，嗯，你饿不饿？要不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哦，我不饿，我还是出去巡逻一下吧。我觉得他今天一定会来。哎，他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孩子，你今天怎么老踢娘啊？娘今天有任务在身，要是让他们知道我这个样子，肯定把我轰回家了。乖了，你别踢了啊！娘今天一定要证明你爹是不是独孤泽南。乖，别踢了啊！乖。乖儿子啊，好样的，乖儿子，还是出去走一走吧。你看看那边发生什么情况了？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没有。算了，那你们都去休息吧，休息去吧。哎，任大人，哎，任大人，哎，公子，我给丹丹带饭来了，你也一起吃吧。丹丹不在衙门，他又跑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哎，公子，你还是带丹丹回去吧。刚才我看他捂着肚子很痛的样子，我很担心他。很痛？嗯，不会是开始阵痛了吧？阵痛？哦，阵痛呢就是孩子来之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一般分为几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呢先痛一会儿，隔一会儿时间再痛一会儿，然后痛处按次数加强，接着就会出现越来越频繁，最后呢见羊水或者见红。哦，见红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流血。流血，这也太恐怖了吧。那我们先去找他吧，别让他在外面瞎溜达了。你说我能劝得了他吗？先别管那么多了，先找到人，这要说不准一会儿在哪儿生了呢。好，我先把饭盒放这儿。哎，别放了，先拿着吧，一会儿我帮你拿着。袁大人，你看看你比我还急的样子啊。独孤泽南要偷我的任命状，我的任命状在丹丹的身上，所以我比较紧张一些。哦，那赶紧走吧。今天呢是我们冠婚祭葬一站式专门店的周年店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姐妹仨特意为大家派送红包。这个红包里面是送给大家的礼物，人人都有份，随时都可以兑换。有这么巧的事？来，别着急。哟，丹丹，你也来了。人人都有。小心身子。小心都有啊。丹丹来了。丹丹，丹丹来了。怎么这么大了？来，都有啊。一个一个来，慢慢来。来，这个是你的。哎，袁大人，这样吧，咱们分头找。好，那我去前面找，你去那边找。好。任命状怎么会在丹丹手里？赶紧通知莫大人才行。哎，这个是你的，拿好啊！来，丹丹，隆重向你特别推荐产后修身。对，保你没坐完月子就能恢复以前的苗条身材。丹丹啊，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还到处找你呢。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艾公子说你已经开始阵痛，让我带你回去。他人呢？他到那边去找你了。行，看你是不是有分身术。好吧，咱们去找他。嗯，改天再聊啊。啊，好，大家慢走啊，慢点，袁大人有空来啊，慢点啊，哎，慢点，哎，来，哎呦，少爷这几天干什么去了呀？幸亏有姑奶奶你啊，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应该的。哎，这干爸哪儿去了？哦，干爸呀，家里没有盐了，我让他到镇上去买点盐吧。哎呦，少爷到底在干嘛呀？以前这些事他盯得很紧的。你想想，丹丹就要临盆了，他要忙的事情有多少啊？是吧？你就体谅体谅他。姑奶奶，姑奶奶，哎呦，你可回来了。姑奶奶，今天大街上可热闹了啊！芙蓉姐他们20周年店庆大派红包啊，很多人都去拿了。真的假的？真的。哎，这红包里面礼品可多了，有些人拿到美容护理，有些人拿到足疗，还有人拿到修甲啊，还有个人最幸运，拿到了修身套餐啊。修身套餐？修身套餐就是一个月可以减去20斤啊。哎，姑奶奶，这个你行啊。嗯，我都这把年纪了，算了。哎呀，姑奶奶，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也特好看。对，就是身子胖了一点儿。你为什么不把握这次机会，让自己重生一次呢？去吧，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去吧。哎，人在哪儿呢？刚才。
接过接过接过是金大叔金大叔老金金大叔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呀老金老金你没事吧老金小月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是这样金大叔没事吧夫人啊没事没事糟了空城计空城计扶回衙门哦哎呀金大叔真没事没事没事小心我来了郭大叔请慢哎公子别进去搞错了任命状不在里面在丹丹手里他人呢在大街上我去找他哎别去了他明摆着请君入瓮你这一去死定了但求轰轰烈烈的死不求无声无息的活这件事就是包在我身上你不用管了哎小心点啊让走了高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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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高大人怎么了有没有看到爱丁堡没有出什么事了丹丹怀疑爱丁堡就是独孤泽南独孤泽南就是爱丁堡不是怀疑只是欠证据我敢写保单他今天晚上一定出现哎呀哎呀原来你们全都在这儿啊丹丹你跑哪儿去了我找着你很辛苦啊不过也没关系人没事就好饿了吧吃饭吧爱丁堡你还耍什么花样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偷了袁班头的任命状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让衙门颜面无存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啊什么二十年电庆什么水果车翻车都是你弄出来让我们分散注意力的对不对我丹丹你误会我不是你的丹丹我是衙门的捕快我是执法者我跟你正邪不两立我跟你说你要不束手就擒的话我跟你真的丹丹怎么了你丹丹你怎么了是不是阵痛啊阵痛就是孩子出生之前先给你打个招呼好丹丹丹丹哎公子丹丹你赶紧把他带回家好好好你别碰我你要是不承认你是独孤泽那我哪儿都不去丹丹好快想办法呀我就是独孤泽南你承认了那我去找大夫去好高大人拜托你了好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呀送他进屋吧丹丹他已经承认自己是独孤泽南你干嘛还不拘捕他呀着什么急呀你以为他能跑掉吗大人大人大人啊大哥大人独孤泽南出现了在哪儿在大街上我不相信真大人独孤泽南真真出现了哎呀丹丹你慢点小心你的身子啊独孤泽南注定栽在我手上告诉你所有的案件都是我干的独孤泽南现在你相信我了胸口有伪装伪装我拿到了走抓到独孤泽南了抓到了莫大叔莫大叔你说什么事儿我老莫就是独孤泽南所有的案件都是我干的所有的金银财宝那都是我偷的
夫，我就是大夫。是高，这就是传说中的义子解双筝吗？这没错啊，这就是前几年扶桑国王子败在我们国手顾诗言手下的那一局啊。我一直想看到那一局啊，没想到今天艾公子终于圆了我这场梦啊。丹丹一直想找一个旗鼓相当的人切磋，没想到这个人就在他身边。唉，可惜他不知道。生了，生了，少爷，少爷，少爷，生了，生了，快去吧。是女儿还是儿子？是儿子。少奶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还有，少奶奶睡了一觉，这醒来就找孩子他爹，还说让你赶紧上去看看自己儿子呢。啊，他一醒来就找我。哎呀，丹丹这下总算是明白了，孩子不能够没有爹的啊。对呀、啊、哎，公子恭喜你啊。少爷恭喜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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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恭喜你啊。义子解双筝，袁大人，这次呢真是义子解双筝啊。啊，孩子走走走。什么意思啊？丹丹，丹丹，你终于醒了！哎呦，真是万幸啊！你算是九死一生，从阎王殿里走了一圈。阎王殿里？是啊，大夫说了，你呀、啊，算年纪不小了，本身体质也不太好，怀孕期间又不注意休息，睡眠也不好，结果孩子啊不足月就生下来了。幸亏这小家伙生命力旺盛，长大以后肯定是最棒的小伙子。恭喜恭喜啊，丹丹啊，你终于当娘了，我替你父亲高兴啊。啊，谢谢高大人。丹丹恭喜你啊，母子平安。谢谢班头。丹丹，谢，辛苦。哎呀，丹丹，不要哭，不要哭，千万不要哭啊！我，他这是喜极而泣，也是人之常情，就让他哭吧。哦，哎呀，不是。我听人家老人说过，说女人呐、生完孩子要是哭的话，就会长大眼袋这么大。啊，是吗？那我不哭。千万别哭啊！不哭，别哭。丹丹呐，你们母子平安就好了啊！我公务在身，我先回去了啊。嗯。哎，对了，丹丹，班头还说让我给你带好呢，替我谢谢他们。那我们就先走了。嗯，啊，我送你们吧。哎，不用不用，丹丹呐、等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和小宝宝啊。哦，那我就不送了。哎，不用送不用送，你好好陪丹丹吧。啊，不送了啊。对了，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谢谢姑姑，谢谢姑姑。丹丹，你真是福大命大，李川羊水的时候刚好有个大夫在场，你们母子俩才能平安无事。大夫说你平时不太会照顾自己，所以这段时间呢就由他来照顾你的身子。他还说女人月子做得好，身体会更胜从前。
是吗？嗯。丹丹，我知道你不会放弃捕快工作，他让你好好坐月子，月子坐好之后呢，我不会反对你继续追寻你的梦想。嗯。你别哭啊，哭了会有眼袋的。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想哭。月子做好了之后啊，你想怎么哭都行，好不好？好吧，我忍。不就一个月吗？不是一个月，是三个月。什么？三个月？对啊，伤筋动骨100天，人家骨折都需要休息100天，何况生孩子。别担心，这三个月呢，我天天陪着你，好不好？从现在开始啊，咱们三个共同进退，同甘共苦，好不好？